今天我做什么？你们知道？我做除夕养鱼，蒜头的，蒜头口味，淡的。蒜头，阮鱼仔，阮上爱食的。蒜头真的，鱼仔爱吃蒜头，真的好来。接下来，换虾味鲜的。伊虾味鲜的则较大粒的，毋知饲伤济无？饲伤济无？然后鱼缸稍微拍一下，这样呢？蒜头的它是这样，啊这个，哦这是细粒，啊但是这足奇怪哦。伊这嘛是 M 的有无？啊，这嘛是 M 的哦，啊是蒜头精的，那足奇怪的，蒜头精的好，然后换来饲我的白鱼，啊这只破病的有无？破病当然另外饲，因为破病它怕会吃不完，饲白鱼。七百鱼哦，暂时先安尼饲鱼个，我只白鱼变较水了哦。先头看者啊，安尼我这只我要赢，白电的主持又掉了，好。我看者。哎，我食着着啊，莫饲伤济。我即只多利，我看伊手的摆电变咁好个。多利动作真紧呢，要来做，要来走来食。好，祝大家，迄个啥，除夕新年快乐！